原标题，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战争中，齐国为什么没有抵抗就灭亡了？秦始皇十七年前230年至秦始皇26年前221年，秦始皇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秦灭六国之战。六国在灭亡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，其中楚、赵、燕三大诸侯的抵抗最为激烈。与楚、赵、燕相比，与秦国一度并称东西二帝的齐国，却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灭亡了，甚至还没有韩国撑的时间长。那么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战争中，齐国为什么没有抵抗就灭亡了呢？首先，齐国在五国合纵伐齐之后元气大伤，本就没有实力再继续争霸天下了。于是齐国在复国后实行龟缩不出、消极度日的对外战略，几乎无视了秦国开启的统一战争，几十年都是荒废无事。展开全文。其次，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是远交近攻，逐着击破，齐国则是最大的被笼络对象。秦始皇继位后一直向齐国示好，这正迎合了齐国消极的对外战略，让齐国以为秦国不会进攻自己。最后秦灭五国之后，终于意识大事不好的齐国，却将主力军队部署在西部边境上，完全无视了北连燕国已经被秦国灭亡的事实。于是王贲率领秦军主力越过防守空虚的齐国北部，轻易地灭亡了齐国。综合来讲，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，齐国在战略方针、外交思维和军事部署上都犯下了致命错误，再加上五国见面的大环境，最终导致齐国成为东方六国中最容易被灭亡的诸侯国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